历婉转，气韵悠扬，一代代黄梅人唱响属于这片土地书写流金岁月的大写黄梅。时光如白驹过隙，经典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上。2024两省三地黄梅人携手亮相，这一档势如淬火，这一身脏是指弯曲的功名富有情。黄梅戏这朵盛开在安徽和湖北两省的艺术之花，成为连接两省文化情感的纽带。今天是你在湖北，我在安徽，天下黄梅一家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老同学，说到黄梅戏嘛，实际上是我们安徽和湖北两省共同的这个文化瑰宝了啊。对，我们从进艺校到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聊这个话题啊，这个时间过得飞快，有将近50年了，好感慨，好感慨，感慨。对，到今天是你在湖北，我在安徽，是吧？但是我想这么多年来，可能我们每次见面更多的话题，都是在谈黄梅戏，是吧？所以我就说，安徽是我的娘家，湖北是我的婆家，是只有两个故乡。黄梅戏在湖北能够如此的受欢迎，这也离不开安徽我们的前辈和安徽这种大本营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支撑了我们这种大黄梅的这种向前发展的这种人才的力量。湖北黄梅戏在很多年以前包括现在都是像安徽黄梅戏学习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近几年呢也出了一些作品，你们知道的那个妹娃要过河和最近排的那个舞衣裳，是双下山啊，为了情啊，都是到湖北去创作的。所以你讲到这个黄梅戏就不得不说安徽湖北啊，湖北安徽。你看明日之星里面有安徽的对吧，是有还有湖北的，湖北的，我看那么多的大学生，那黄梅戏的演员，对呀，有些这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这次的活动，我觉得在推动事业的发展，推动年轻演员，啊，就是说谁都做主角，啊，把他们推到舞台的中央，我觉得起到了特别好的作用。也希望他们把我们黄梅戏。那作为他们一个终身的追求，其实我们的心愿不就这样吗？是对吧？大家在一个平台上啊，相互去交流经验，对吧？包括在教学上，在各个方面，这次还是有很多收获，看到了这种非常喜人的景象，是吧？我觉得特别好。那么接下来呢，皖鄂两省的青年学子为我们再次献上精彩的演出，好吧？汪洋大海水连呐，天呐！皇帝坐在金那龙宝殿呐，生死不离五台呀山呐，昨日无私我庄子里玩耍哟。又遇了东侧的奶奶西侧的奶奶，吵吵闹闹闹闹吵吵，为的是冬啊瓜呀，东侧的奶奶她说道，她的冬园冬过冬啊冬瓜大呀，西侧的奶奶她说道，她的西园西过西瓜大，似冬园的奶奶的冬园的冬过的大冬啊瓜呀，昨日无私我大概三门哟，又遇了啊红粉女粉红两个人呐、啊。是啊过碰啊又喂，
粉女十多宾朋，红粉女青女粉红，曲起酒咏女粉红，请红粉女饮杯喜，红粉女青女粉红上席坐，咏女粉红，请红粉女上席把酒饮，红粉女起了一个醺醺的大哈贼耶，女粉红啊起成了一个贼醺醺，红粉女拽着女粉红咿呀等大，女粉红啊拉着红粉女咿咿等那门，红粉女她打女粉红一个粉那、啊、红大耶，女粉红啊打破红粉女一个粉那、啊、红的皮，女粉红拽着红粉女就要陪她的粉那、啊、红大耶，红粉女拽着女粉红就要陪她的红粉皮，混嘎盖那么混嘎隆，有个混彩风说那混真红线穿混真彩，混风不掉裤子九条缝，缝了指缝缝混那啊啊风啊啊。
醉。皇家召他为驸马，吹吹打打。吹吹打打，送日在洞房中，共知众臣配佳偶，万岁。
老同学真的很精彩，我觉得传承啊是一种力量。我们说天下黄梅一家亲，在黄梅戏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安徽还有湖北的演员们都不分彼此的，是对吧？也为我们黄梅戏奉献出了一出出的精彩的演出。黄梅戏是一个非常好的剧种，是吧？曾经有辉煌的过去，那今天我们当然还有这样的一种义务或者叫责任啊，希望它有更好的发展。其实无非讲多出一些戏，对，多出一些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思想观念能够更好的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我记得你还有一个新的尝试，把黄梅戏跟唐诗宋词的那种结合那个演出，我觉得让人眼前一亮，每个演员的展现包括形式感，我觉得好像在我们黄梅戏舞台上不多见。人家不是老是说我们黄梅戏就是田间地头吗？老说黄梅戏就是非常民间吗？但是我们也可以高大上，所谓高大上我们更加有文化品质，是是，对吧？就唐诗宋词你们结合的真的很棒。你说这还是回到那个守正创新嘛，因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呢也是个切入点。对，它虽然不是一台戏，是吧？我看到了，这是唐诗宋词那种舞台的感觉了，非常之雅，与我们黄梅戏普通的就是惯常的那种亲切感和那种还是有了变化。当时想呢，如果说有一天能够让它走出国门，啊，我们去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对对，这个形式啊，或许有它一些特殊的啊一些功能和。哎，这个效果哎，我觉得你那次尝试是特别的有意义，我想看。你想看是吧？再让我看一次。那好啊，那我就准备准备啊。好呀，还让这个年轻的演员他们先观看他们的演出，好啊。好的。
看人间。冬云将去守傲前，守着这黄梅戏舞台上，传帮带的精神如同梅花在寒冬中次第绽放。黄梅戏名家黄新德、王琴、吴美莲、袁媛四位梅花奖获得者登台讲述从艺经历，分享人生感悟。传承嘛，传于心，成于志，行动中坚守，道路上思考，演绎黄梅经典。这一棒是如翠火，这一根棒对于黄梅戏的青年学子来说，激励他们成长的除了登上更大的舞台，还有这些前辈榜样的力量。我是黄梅戏演员黄新德，获得了第九届梅花奖。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王琴，我呢是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吴美莲，获得第30届梅花奖。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袁媛，获得了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其实呢，今天非常有幸和三位老师一起在这里开启我们的梅花篇的话题。我发现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两位姐姐，我其实很羡慕你们，你们两个都跟黄老师有过近距离的合作。对对对这个说起这个梅花奖啊，其实我更要感谢的是我的师父恩师黄新德先生。我的梅花奖呢，也是我的师父陪着我拿下的。特别在我这个排戏的过程中呢，我的师父呢也教授了我很多很多，包括眼神啊、表演啊、各个方面唱腔啊，所以我呢，说实话收获特别多。尤其啊，是我的师父在艺术的道路上教给我的20字真经：琴要真的头，这个腔呢要柔着唱，对吧？词要准着练，劲要巧着使。你看这20字真经，其实真正的领悟到还是不容易，那要去努力。我也很庆幸，因为我很庆幸，就是我在10几年前跟黄老师合作的一部电影《六尺巷》，对吧？当时我记得，是韩再芬老师、黄老师主演的，然后我在上面演的是女二号，啊，平时我演的都是一些非常文弱的一些大家闺秀，但是在这部电影上面呢，我演的是一个非常泼辣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是第一次尝试。和他个人的这个性格和为人完全相反，对对对，反差很大，心机的。是的，是的。我当时我在试镜头的时候，导演就看到我这个形象吧，就对我就是有不太满意，说就这么文静的人怎么能演出这么泼辣的这种人物形象？对，那个配音的时候，黄老师给了我一句非常肯定的话，说：“哎，美莲，你这部戏演得不错。”哎，当时其实给我是最大的鼓励了。我个人认为啊，演员如果在台上还像私下的自己，我觉得那不是本事。哎，那你要创造角色，就像袁媛演的《共产党宣言》，说真话，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根本不知道当时什么情况。他把这个性格如此复杂，在敌人面前、在家人面前，他那种复杂心态去准确的去体现出来，这都需要自己的创造力。不是教会的。谢谢黄老师对我的认可。我现在回忆啊，从我进省黄以来，那个时候还小，我非常有幸得到了很多前辈老师的一些提携和指导，包括黄老师。当时我记得我还在跑龙套，在胡雪岩当中跑龙套，黄老师呢也在很多的一些机会当中给我一些指导。后来呢，我又非常更加有幸的得到了我的师父吴亚林老师，对我的这个亲自的传授和悉心的指导，传授了我很多他自己的一些剧目。我觉得梅花奖是一种荣誉，那么对于我来说，它更是一种压力，促使着我未来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走好未来的每一步。绝大部分演员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他一步一步的从前辈看前辈的戏，包括自己不断的思索和锤炼，慢慢有机会了来绽放自己，所以说叫做逐步成长，而不是一步登天。我觉得那样就像袁媛说的，踏实，来得快，去得也快。得一步一步的走，扎扎实实的走，才不容易轻易的在捧场中倒下去。我们在批评中成长，在捧场中冷静，在行动中坚守。在道路上思考，才有可能把自己弄得更加完善啊，让你们更被更多的观众所欢迎、所喜爱。谢谢黄老师。听了三位老师的分享，也让我特别的感受到我们黄梅人的梅花精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梅花奖演员为大家带来各自的经典好戏，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官府惆怅，难为春一点阿公，如家的转转，相思情。有金头发月不留啊，我被世间世间爱天地要有一条色系，羞答答羞答答终身心愿，但等到大功臣老爷到
只饶我夫妻命，我出完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沾苦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我到今天，您罪行吃死受罪心无怨气，就犯蠢我夫君之，要我夫人有救我走死九泉呐、
圈儿比深都深处在朝堂，谢帝赐我抬了向这无上的恩礼呀，怎不令人想牢记府里四方秀，也曾想蜡炬成灰人有光芒，真此时血气横流云遮五丈，一个光乱臣则自欺言嚣张，欺言嚣张，可怜我那弱孙儿不留神踩进了深潭泥浆，尘缘不偿还，一念早要伤，好意思无奈何地今天向我是催个裂腹痛彻心扉无语无上有多少家破人散，早盘剥瘦鸡鳞，气血断肠，若为了素琴弹墨去胡郎，若为了刮骨疗毒重振朝纲，若为了出师运行免动荡，张庭玉八相才妙不被伤，纵然是啊纵然是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又何妨又何妨又何妨，身上屋里逍遥游，里里不去遭殃，趁贪了素礼是阴章，轰轰烈烈打一场，这一仗黄浦射箭与威，这一仗黄浦大清洗与王，这一仗一死我活生死较量，这一仗势如摧枯这一身伤，这一仗这一仗啊，但愿得打出我天啦啦啊
昂提昂昂，天地晴朗，人心踏踏，社稷稳当，树立昂扛，风调雨顺鸟语花香，风调雨顺鸟语花香，江山美景，万年长。太棒了啊！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辉煌的过去，那今天我们当然还有这样的一种义务或者叫责任，在今后的日子里呢，啊，通过我们两省的共同努力，啊，这个黄梅戏，应该说也是我们两省人民的这个感情的这种纽带。对。啊，今后呢，多更多的这个交流，啊，有更多的合作，好，啊，共同呢推动黄梅戏事业的发展，啊，做出新的贡献。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本期节目，两省三地名家新秀携手讲述黄梅戏的发展历程。绝大部分演员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传承吧，传于心，沉于知。共同分享各自与黄梅戏结下的不解情缘。安徽是我的娘家，湖北是我的婆家。黄梅经典，激情唱响。一见他思绪难离，壮志饥肠辘辘肉，笑谈过英雄无血。薪火传承，青春飞扬。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角儿来了》。